第一步，我们输入 NBA 套票的官网，进入官网后点击右上角的注册按钮，进入注册页面后点击以邮箱地址注册，并且填写您的真实姓名、邮箱地址以及密码。填写完点击提交。下一步，在国家选项中找到中国，并填写您的出生日期以及账户名称。勾选清除注册细则，点击下一步。这个页面需要提供个人手机号，同样先找到中国的86，然后填写您的手机号，点击继续。你会收到一个验证码，把它填写进去，这样就完成注册了。下面是一些官方想了解你的问题，例如你是不是新手或者老玩家，赶时间的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跳过。设置完毕后，系统会自动帮我们生成一个钱包 Apple Wallet。 在钱包界面中，我们找到账号设置，往下拉点击邮箱验证。验证完毕后，还有一步就是身份认证。在这个页面中一定要确认信息，因为这个会影响之后的充值问题。确认信息无误后，就可以开始身份验证了。下一步认证需要提供您的私人信息，同样找到中国。这里身份认证只能选择护照。点击选项后，我们可以选择手机上或者实时录影以及网页上提供护照信息。这里我们选择了在手机上完成，然后输入邮箱地址。你会收到一封验证链接的邮件，点击 Here， 按照提示完成验证即可。